Dòng gừng không lấy em lấy chồng xa, chồng xa em khó mà hợp về. Đi tiểu bế cây khi着新的生活，希望你今后的幸福有一牛车。我着要做人的媳妇，做人的妈妈。你对我的定义，我一定拢知影。我嘛永远是你心爱的查某仔，我嘛会将你的爱传予我的囡仔。行茶道的时候，有没有让你感受到美？觉得你的动作很优秀，很好看。那这样子，你全部都懂啦？嗯，我老公也说，哎，我什么都学得很快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大家来试试看吧。啊，好，再一次。盖起来吧，茶叶慢慢的倒进去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打个蒸笼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奉茶呢，双腿半蹲，然后呢，杯子要举过我们的眼睛。平行我们的眉毛，把杯子这样子高举，举案齐眉，这个啊是最尊敬的姿势。茶道呢是以感恩、尊重还有爱为出发，借由茶水传递出去，这个啊就叫做以茶会友，祥和社会。现在各组呢就继续的以茶会友，大家轻松聊一聊，互相认识一下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喝的这个茶哦，它是台湾日月潭附近的红茶，它是完全没有香料，也没有任何农药的一杯纯茶哦。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慈童。什么？秃童？不是啦，是雌童。我又不是字了，不要笑，没关系啦。叫我锄头也对啊，我一直哦都期许自己是锄头，就可以一直挖掘，一直挖掘，掘福田。哎，慈济在慈济多久啦？认识慈济已经18年了。我从小啊
就在冈山这里长大，我非常非常爱这个地方，所以每次出差哦，就算是去高雄这么近的地方，我还是会想家。所以你们一定比我更想家，这个我可以体会。我们这里的母亲节快要到了耶，你们的家乡有没有母亲节啊？哎，有的，大陆跟这里一样，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。我们印尼是12月22日，这是我妈妈送我的戒指，很漂亮。那阮金呢？越南的母亲节是盂兰节。就是农历7月15的盂兰节，这应该是木莲救母的故事了。你看，虽然呢文化不一样，但是每个地方都有母亲节，这表示妈妈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、很伟大的。大家要不要来谈谈自己的妈妈呢？我先说好了，我是美文，我来自大陆的四川。我妈妈，我爸妈都是农民，他种田。虽然他们的教育水准不高，可是给我们的教育不差。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爱护弟妹，这些他们都教过我们的。平常也省吃俭用，供我们读书。念完中学之后啊，那时候村子里一窝蜂都到沿海的城市工作，我就跟着村子里年纪比较大的女生就去厦门了。厦门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离他家很远的地方啦。我记得啊，出门前我妈妈跟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她说啊，女孩子一定要自爱，才能找到好男人来爱。那你妈妈说对了吗？美文，电话。哦，台湾大哥。好。喂，到了吗？现在不行啊，我在上班。总可以。好，待会见。要吃什么呀？给你带回来。鲍鱼、松露，三个海味。说什么呀你？台湾大哥呢？我当然要狮子大开口了。别这样，可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是富豪的。别人不是富豪无妨，他是就行。恐怕他不是。那你还死抱着不放？谁说我死抱着不放？是他才死抱着不放呢。那你得赶紧甩了。还替他抠门呢，算了，不吃你们的，我待会儿自个买面去。来下工啊！来收尾，短期内不会再过来。为什么？短头了。短什么头啊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在台湾啊，断头就是投资失利。不是真的断头就好，怕什么？我在这里的生意不如预期，不想投资了。再加上我爸年纪大，要人照顾，我打算把这重心放回台湾。你要不要跟我走？断头，生意差，你爸生病要人家照顾。你一下把这么多问题摊在眼前，我要不要跟你去？把问题说在前面，才代表我的诚意啊！我不骗人的。我爸妈不会答应的。你家住那么偏远，多给车钱啊，司机都不愿意载。我可是单枪匹马到你家啊，见过你爸妈很多次，我敢说呢，他们已经见到我的真心了。可台湾太远了啊，不就是厦门对面过个水而已吗？放菜。哎，你都叫好了，你
你不问我先。都是重量级的辣味，合你的胃口。而且呢，这份量啊，我也想过了，不多不少，不浪费。我还饿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来，用餐用餐。我啊，不富有，也不是攀恩在世，可我呢，做什么事情啊，可是都先想到你了。台湾整得好吗？台湾没多好，也没什么不好，过日子倒是挺可以的。我住的地方呢，叫做冈山，气候暖和。可是我先跟你说，我没房子，租的。你大我13岁耶，你这么大年纪还没房？我知道你们这里啊，娶媳妇都是看房子、看车子，但是我就是没有。真是没一点吸引人的，那我还去干嘛？看你喽，我四年啊，我两边跑，3天2头啊，给你写一封信，电话天天打。这电话也挺贵的，不如在一起实在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我看还没答案呢。就喜欢看你吃饭啊。不就是把饭放嘴里吗？我朋友啊，介绍很多女孩子给我。有的长得还比你漂亮，我都看不上，我就只有对你另眼相看，因为你吃相好。吃相好？我的天哪，你得说出个道理让我听听。看女孩子吃饭啊，就知道素质。有很多女孩子啊，拿着大碗狼吞虎咽的，要不然就蹲在地上吃。我看了你4年啊，吃饭啊，秀秀气气的，你看。筷子拿得好，碗端得漂亮，一看呢就知道家教好，自重。这就是我想要带你回台湾的原因。难得听你对我说好话，这样子能够吸引你跟我走吗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，站了一天了。老板说我们不能坐家具的呀。管他的，他就算在了看不见的。唉，又叹，看你叹好几天了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呗。台湾大哥开口了，我问要不要跟他去台湾。啊，怕我替你叹口气了。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两头来来去去，始终让你没个着落。我一直暗想，你是二奶呢。我怎么可能当二奶啊，我家是嘴正道德的呀。那什么时候跟他去台湾啊？还没答应，正考虑着呢。哎，我看你别考虑了，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看过那台湾连续剧啊？嗯，一个厦门女孩被半哄半骗到了台湾，还以为是飞上枝头当凤凰，结果是一连串的不幸，最后还撒人鲁豫。可那是点事啊，特夸张的呀，一定确有其事，才引发共鸣的，一片就火红嘞。啊，不能走啊！像你这么乖的，嫁去台湾肯定吃亏。什么？100%。可我也没想想电视上的女的飞上枝头当凤凰呀，我只想。想什么？想有个家。我出来工作太久了，想考岸了，想找个肩膀。想有个肩膀还不简单？中国几亿个男人，非得跟他？可他个性稳重，让我放心啊。稳重也是因为他年纪大，过几年他老了，你就得照顾他。哎，你醒醒吧。啊，好了啦，不说了不说了啦，把账算一算，下班了吧。我
明天一早回台湾去了。怎么提前了？我爸病了，得赶回去。他怎么了？肺结核。你台湾还要治病啊？世界各地都有。你倒是实话实说。哎，可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？他不能照顾你爸吗？他要自己带那两个孩子已经够忙了。妹文，到底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跟我走？要的话呢，这一次我回去啊，就马上去办手续。要不然，我再来的机会也不大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是比婚还是比分手？妹文，不说了啦。你说呢？当然是逼婚哦。你求婚也没买个戒指。你还没点头，我怎么买戒指啊？你要是答应了，我们就一起去挑选。你家寄来的信吗？没有啊。我以为你会看到的。梅文，最近好不好啊？今年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啊？很想你哦。我告诉你啊，广浩最近来看过我，他是蛮有诚意的，哎，就可惜是年纪稍微大一点。可是村长讲了，年纪大会让你啊，这样想想看呢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哦。很好啊，梅文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件婚事啊，拖了很多年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假使认为缘分已经定的话，做父母的就会赞成你们自己处理这个终身大事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哈，选对象啊，不需要考虑对方是不是有钱，只要对你好啊，我们都会很喜欢的。现在我托付村长写信给你哦，你要自己保重哦，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我要一辆车到机场。没问题。回去记得赶快帮我办手续。冈山天气这么热，怎么你的手这么冰啊？我手心直冒汗了。不要紧张，有我在，放心，没事的。这就是我们家了。
怎么样？嗯。啊，爸还在等我们呢，走吧。妹妹，到家了啊，来。这里啊。嗯，这边有拖鞋，自己换啊。好。这是你的。我。啊，邓伟啊。董事长，那你能耐叠加？也没多少叠加了。你多少加？俺那也无想好怎样了。嗯。阿靠，家的子孙，邓来阿公家大，这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。你有小孩，你结过婚了。妹文，妹文，妹文。你醒了，这是哪里呀？来，这里啊，就是我们的房间。我不太会布置房间，所以看你喜欢什么样子，以后啊再慢慢弄。几点了？五点多了，下午。下午？啊。我怎么给躺下了？大概。你紧张失眠了好几天，而且今天又搭飞机又搭车的，体力不就昏了吧？哦，不对，奶奶跟孩子，他们两个真的不是我的孩子啦。我对真的一无所知，所以很好骗是吗？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，我没有粉饰太平的习惯。可他们像你啊。确切点的来说，他们像我哥，是我大哥的孩子。那你心虚什么？你一看到他们紧张成那个样子，我是担心，他们也没有妈。是哦。我大哥哥跟我大嫂啊，他们离婚了。我哥呢，他一个人在台北带他们两个。嗯，知道，是听你说过。所以。你没结过婚，也没孩子。老光棍，千真万确。吓死我！吓死我了！小慧可不许这样。你呀，自己吓自己啊！多信任我一点，就不会这样子了。不过，你怎么了？他们要跟我们住哎。听我说，我哥呢，他车祸了，没有办法工作。我爸呢，就请亲戚啊，把他们两个接下来冈山住，想说家里有个女人比较好照顾嘛。女生，指的是我吗？我不就光棍一个吗？我老妈也不在了，这女人当然是你喽。嗯，可为什么这事就得指望女人啊？女人啊，本来就比较细心，擅长照顾小孩啊。再说，我要工作啊，我爸他又肺结核，不方便接近孩子，所以就指望你喽。
可我才刚见过这两个孩子的面，我就要当他们保姆啊？你已经是他们的婶婶了哎！我的妈呀，怎么还是有种被骗的感觉？来来来，老道，琪琪，吃便当啊！啊，来。爱人包。有啦，有较好啊啦，爱点面就来啊。道三，阿妹云哦，伊就当当啊来这台湾啦，啊一挂代志哦，当啊阁无啥啥嘞，啊所以今日先食便当啦，啊明仔呢我再带伊去买菜。啊伊也煮，我捌食过。哎，妹妹，来来来，哎，来坐，来，见过豆嫂。豆嫂，哎，不是叫爸吗？豆嫂就是爸，日文。台湾说日文啊？台湾被日本殖民过嘛？可都那不清朝的事了。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这样讲啊。台湾都是这样子。国语哦，你们说的普通话，还有闽南语啊、原住民语、客语、日文，哎，这些都有人讲啊。嗯，像你们说的四川话，嗯，哎，我们冈山眷村这边有很多四川老乡哦。眷村？嗯，眷村是啥呀？眷村，明天啊，我带你去看就知道了。哎，豆豆、西西，叫婶婶，叫啊。阿公都袂晓叫啊，你阁叫伊叫阿婶。哎呦，啊无要紧啊，也阁生分的啦。啊，大家吼做伙食饭食个该啊，就是知啊啦吼。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啊快吃啊！难得哦，三代同堂。你爸不吃啊？我再跟你说，先吃吃饭啊。这个啊，莲雾啊，啊，葡萄你喜不喜欢吃？喜欢。对，那像这个呢，这个是蜜枣，燕巢这边有很多这个。是哦。嗯。哎，我相关派。我那么学梨山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嗯。我跟你说，梨山呢，它是一个高山的特产。嗯。啊，种在梨山的高山下特别好吃。哦。而且它长得像，哎，尖尖的有没有？哦、尖尖的这个呢，就是梨山高丽菜。哇，好大一个哦！很好吃啊、哦。是哦。台湾啊，很多这种干妈店嘛。啊，这米粉，嗯，哎，妹妹，就这个啦。老板娘说啊，四川的辣椒酱，有家乡味。啊、嗯，四川的。怎么样？不地道啊。这算是台湾四川味，你以后啊也会想学啊。你是说台湾四川人？改良品种喽，就怕落得两头不是人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大家都在看这儿啊，保守。怕什么呀？谁都不认识、啊。我谁都认识啊。嗯，不进谁输啊？知道了，还要你说。好了，去别单看。谢谢啊、哦！豆嫂，我和妈约好哦，要讲一挂代志啦，中昼无要倒来吃，阿妹云会替你传。妹云啊，爸吃饭的时间啊比我们都早，时间呢就是早上四点、中午十点、晚餐四点，我都记得了。哎，你们台湾吃饭时间都这样的吗？台湾只有爸这样。快去吧。豆嫂，我来了。哦。哎，豆嫂，门口的邻居正带着孩子在门口玩呢，我带孩子去跟他聊聊。你别出来。啊，
只是认识一下左邻右舍，没别的。哎，厝边买买吼，拢讲一寡闲话，无营养啦。可我得多看看、多听听，才能了解台湾啊。未了解台湾哦，看电视就好啊。台湾的电视哦，百外台，随在你看。可我不想指定个电视看，我出去逛逛，很快就回来的。叫你卖出去，你听无？杜嫂，你真的一句国语都不会说吗？你嫁来台湾，当然是你爱学台语啊，哪会是我跟你讲国语？对不起哦，虽然我在厦门工作过很多年，闽南话也只听得懂一点点。如果我跟你说普通话，也就是国语，好吗？去看电视学台语啦。那囡仔吼，搁伫遐耍水啦，身躯甲湿落呾，衫裤裙换起来，安尼才袂感冒。啊，爸，我踩好了，你先去吃啊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全身都泡沫。东东，擦干，不要乱跑啊！北北不是卖了小人书给你们砍吗？怎么不乖乖砍呢？跑来玩水。怎么了？神去看看，你先洗。啊？怎么啦？你岔气啦？我去帮你倒水啊。啊，刚淹没了。啊，哎，爸，好水啊。辣椒盐吧。太辣是吧？可我辣椒都减半了呀，我离开四川很久，已经没吃那么辣了。啊，麻豆麻豆，你吃阿盐不？我帮你吃。那我再去给你做两样。没，哎，你冰箱已经不要进来，我配备冰糖啊。惊小怪，事情谈一半就把我叫回来，哪里小的呀？我又没带过孩子，我就看他老想睡，道长又说不对劲，我就是怕他脑袋给摔伤了。好了，刚刚啊，医生也说没事情了，我先带你们回家，一会儿啊，我还要出去呢。你还要出去啊？我事情还没处理完啊。哎，你妈什么时候丢给我了？男主外女主内嘛，外面的事情啊，才烦呢。走了，这么痛啊！实在是不要这样。孩子没事。我都跟你讲过，你囡仔都爱顾着。那无顾着吼，就会出代志。即届吼，也毋着好加载无代志。啊，毋过吼，无表示后届吼袂出代志哦。我下次会更注意的。来，过来。我看看。
听无？乖哦。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也被邀请去参加，他们把灰姑娘叫到来说，现在来为我们梳好，头发，擦亮鞋子，我们要去参加国王举办的舞会。灰姑娘苦苦哀求她的继母也让她去，可。继母说：“哎呀，灰姑娘，你也想去啊？你连礼服都没有，这繁体字实在太复杂了。婶婶下次再念给你们听啊。那你们就玩吧。哎，后面还有幅帖子呢。啊，那你们俩拿去玩吧。哎，不要抢，来。”一人一半，公平。这可以有大有小，还挺难分的。那东东，你就多让弟弟一点啊。吃不下。菜没放辣椒，吃不惯。你可以自己加辣椒酱啊。没关系。东东，你也吃不下，怎么啦？我看东东哦，这两天鼻啊拢未通啦，一定是感冒啦。我都有讲过，下囡仔爱顾好条。即摆天气伫咧变，一个无细里就感冒啦。啊，搁互因伫遐咧耍水。杜桑，啊，这囡仔人感冒，迄难免的啦。稍等哦，我买药好食啦。东东，轻点。暗时啊吼，莫互伊搁直直睏啦，较袂去活着。互因阿姊吼陪伊睏，若是发烧啊，毋只有人通好顾。哦。妹妹啊，东东感冒了，你喂他吃。东来，婶喂你吃饭。哦，那喝水喝水，等一下，来喝水。OK OK， 哦，你好棒哦。好了，睡觉睡觉。喂完药了，带小孩真不容易啊。暂时的。啊，晚上啊，你在这陪他睡哦。啊？这也是暂时的吧？怎么，舍不得我？臭美，滚远点。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冲啊？冲？啊。冲啊，就是有点粗。这次是冰山一角，你等着瞧呗。还没给我钱，还真叫我差啊。村长讲了，年纪大会让你啊，这样想想看呢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哦。很好，啊、嗯，梅文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件婚事啊，拖了很多年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假使认为缘分已经定的话啊，做父母的就会赞成你们自己处理这个终身大事了。哎，你站住啊！别跑呀、啊！吃药啊你！哎，别逃啊你！你不要跳！哎，停！
你乖乖吃药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哎，哎，小子们啊！啊，你配条还好好啦，可我连来关一摆啦。我抓不住啊！哎，大人大正啊，连一个囡仔都抓袂着。都过来！神经锁，过来！你这病啊，不吃药就不会好，到时候要看医生，还要打针，更受罪。我回来了，做菜。哟，四川小辣椒啊！啊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不要这样嘛！我们现在还在新婚呢，亏你记得我们新婚啊！好了好了。知道了，这些啊都不算啊，生活太甜蜜啊。嗯，我答应你，都暂时的。等我生意稳定之后呢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玩。看你要去日月潭啊、阿里山啊，还是你想去垦丁？嗯。快好啊！豆桑，跟着东东啊去看医生啦。感冒药水吃啊一罐啊，无效。塞鼻啊，感官遐尼严重，我看吼是有问题啦。好啦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孩子真是天兵啊！怎么办？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啊，都医生吼，对迄东东的鼻腔内底挖出一丸迄落贴纸啦。贴纸？是啥物贴纸啊？灰姑娘的。灰姑娘？啊，那他的鼻腔内底啊？哇塞！贴纸怎么跑到小孩子鼻孔里面去啊？就是小人苏立福的贴纸，两个小孩在抢着玩，可能东东不想让弟弟抢着灰姑娘的贴纸，就把它塞到鼻孔里去了。这天才啊！嗯，啊你搁笑？感冒药怎灌三罐啊？我都跟你讲过啊，迄囡仔都爱顾调，啊若顾无调吼，就会出代志啦。结果我讲到准准准吼。阮家吼对囡仔是真保守，无产像恁遐清清菜菜乌白乱饲啦。他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听得出来爸在骂我，奇怪了，我又不是孩子的妈，凭什么得扛所有责任？小声一点。觉得我带不好，叫他妈来带。阿德，不干你事干。有来教育我是吧？我是要来告诉你，豆桑啊，是日本人大男人主义，他没办法接受女人像他的。难道他不讲理，我也得说他是对的吗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孩子们连番出事是我们的疏忽吧？孩子们没有嘛，连话都不会说，我也是看他们可怜，想拉他们一把，可爸就禁止我带他们出去。你看他们整天关在家，仅出一些怪主意，光是玩水换衣服就换得我手软了。在我们家乡可不是这样教孩子的，孩子都应该在田里自由自在的奔跑，不是吗？豆桑，他不让孩子们出去，是因为疼他们。我哥出车祸了，他担心如果孩子出去乱跑，不小心被车撞了。卖出去，卖出去，卖出去。这句台语我都会说了，孩子不能出去，我出去中心了吧？你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啊！虽说
去小儿科跟时常的路，我都知道啦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出去啊，我们不放心呐、啊。放心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是外地人，你们不信任我，是怕我骗了你们的钱跑了是吧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那是为什么？哎呀，台湾的环境啊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多了，你就不要出去，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啊。你就在家、啊、多陪陪豆子、啊，让他看到你，这样比较放心啊。你把他生命关在家里，难道我没必要每天关在家里吗？人人都说台湾是个自由自在的地方，怎么我就来到这，处处受到限制、啊？你怎么讲话又开始冲起来了呢？女人啊，说话要委婉，对男人要尊重。什么女人男人啊？在你们台湾，女人的地位就比男人低是吧？在我们那可不是这样的，男女是平等的。再怎么平等，也要男女有别啊。男人就是要刚强，女人啊就是要温柔。我爸妈没教过。没教过，我现在教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吃过的台湾盐啊，比你吃过的大陆米还要多。你们根本就欺负新人，欺负女人嘛！这不叫欺负，是保护。好啦，美文，我只是想要让你在家里有相夫教子，那我没有后顾之忧，这样子你做不到吗？你有多久不捌看到海，你有多深的思念无人知，你有多想要听到阿爸的谅解，你有多多的心思想要让他们知，甘也有藏在心内。